我这世人，我以后嘛冇买过这大只的鸡腿。你要吃的人家唔免让你开一千块八百，来，你要吃大只的鸡腿，先给钱的先给三百块我了，三百块。三百块上面这鸡腿，这大只啊，这免去看了呀，这大只啊，我嘛冇买过这大只啊，三百上面吃啊。现成啊。三百上面吃。三百有人要吃鸡腿的无？三百。三百块有人要吃鸡腿无？三百。你搞要买三百，我都加一支送你好啊。三百上面吃三百块了。沙发上面吃鸡腿的沙发，来，啊，这我讲真的吼，这个花了，那伤花呀，我规日吃，我过一支哦，沙发了，沙发靠上面吃，四支啊，沙，好，我是讲话，沙发上面吃四支，都无人要提钱，大支，五支，卖个看，卖个看，五支哦，三个人去搞买了，大支的啊。三百了啊，三百块啊，三百块，三百了啊，几个？几个啊？来两个。谢谢，来卖个高路啊。这三支小弟嘛，我也卖啊，感谢恁的支持啊，了啊。全部客客都来，来，迄袂当袂当浸水哦，迄有七个哦，七号星期迄袂当浸水哦。来，一个弄啊，你先来，送三个啊，七号星期做不完弄啊。啊，第几个？做不完，一个你帮我弄一下，我可以包落。金龙三四五。五六啊，三八六，你两个啊，三八十号，五个，不错啊。至少是摸下，不要摸到做工具，好吗？你有哪啊？来，然后你乌鱼起起，我小小小人起啊嘛，乌鱼啊，规身乌鱼咧大只，来。来，你先下来。我是卖只乌鱼哦，你弄啊啦，自己走，你别怪。来，来，到人要食乌鱼。这样两毛当你也买着，你买几担送你？先开钱的先赢，一百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。三四个。我话无啊，四个无啊，无啊，只有旁边那边啊，四个无啊，对了。这种了钱卖恁的啦，一百了咯，感谢恁的支持啊。阿叔，那个钱的，来，钱的你要收一个好啊，一个。无啦，哎呀，人你买后两瓶拢买着，你几个？我钱啊。我钱啊。钱的你开过了，不一个咯。有啊，不坐拢啊啦。谢谢啊，本来拢啊。我再到顶我请，只有我请啊。来，讲啥物啊？咩啦？我甲你十号啊，搁你借车。你要走来啊？哦。来，你走来啊？你只马车停车哦，车停车。哎，春节尾上面啊，五十号啊，无啊。头前这拢无买着做，啊！我你这马收着，这臭臭皮包这无啊，啊切切哦，切切切。啊，你有算无啊？好，来，好啊！恁注意听我讲，过来重点啊，过来重点啊。这啥物叫人才啊？有红无？恁帮我看有没有红？这叫智利的鲑鱼头。这都是用煎的，用烘的，拢做好食。你甲煮米索，淋一寡豆葱啊，煮甲料落，吼，夭寿哦！这才有甜啊！你要食鲑鱼头，卖讲一边烘好三号，一边料你三号加三号啊，这。来，你要食鲑鱼头，唔免七百，五百上面食五百块了。来，五百，到后尾食鲑鱼头，红记记哦。来，五百上面食红肉鱼头，五百上面食五百块了。你看红无？有水无？来，五百上面食五百块。你要食金枝花呀？来，我金枝花先喎。咸猪排上面一个三百了，我剩这尔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你这条搁送你四条，三百了。最后一个三百无啊，咸猪排。还无啊？啊，你也搞过，谢谢啊，大哥。啊，是啊，你要坐哦，你也坐去，我紧啊，那拜拜了。五百上面一个，五百块上面一个鲑鱼头，讲真嘞啦。你今日买五百啊？这个卖袂啊，请你了，五百了，客等个煎，客等个烘，客等煮米索，再过你，再过你。开五百，上面吃五百块，阿、哦、你吃大箱的嘛？哎，你讲贵箱毛毛毛的哦，阿无安尼啊，再搁送你啊，五百上面吃鲑鱼头五百块，再过你，再过你，五百上面吃五百块，再搁送你啊，箱子即个你好不？即个我那边无了，即个我唔该做同啊，做了可以就可以啊。金龙三四五六，这堆拢是贵金，我唔知啊。五百了，五百块呀，鲑鱼头上面吃五百块，收钱啊，五百了啊。五百块啊！小姐，来两个啊！收钱啊！来一个啊！一个啊，两个啊！一个。我你我是你想讲这鬼头，我若花花五百，你敢吃了啊？敢卖？还是卖？我当然卖得掉。
好啦好啦好啦，卖啦卖啦卖啦，卖安尼啦卖安尼啦，来啦，互恁十个拢买会着啦，好无？互恁十个拢买会着的哦，互恁爽的哦。恁两个十个哦，金龙三四五六七个尔，三百块啦，加多一千啦，几十块尔啦，几十块尔啦，三百，家己加多一千啦，最后一个三百加加同个，恁免阁搬落去啊。一斤剩偌济，几十块尔啦，比三百二头较俗个啦。几早伊就来走过来，互伊包包嘞。三百上面来过一头啊。来啊，几个窿啊，把堆高了。最后一个三百加加同个啦，几个窿啊。我知，我来客。来去做，免你遐皮毛用，你后壁了，一个给七八起来，我甲叫你成本嘞，我做七八先讲真，但一个给几张一百哦，七八哦，一千个哦，好啦，什么皮？一个你放屁啊？哈哈哈！我袂来拖 S S 啊，哦，有啊，只人拢甲叫啊，五百七百个，五百三个吗？三个对。最后一个沙发无，阿叔对不对？最后一个沙发上面一个百五楼啦，一百五楼啊，食袂了你卖买遐济，百五好试食看卖，一百五，百五楼，百五楼，中来啊，百五楼啦。无啦，我第七个啦，你第一个出手的啦，你第一个出手的啦，百五拢我你啊，给咱送了嘛，好哩，啥物无你？哎、欸，你搞要食乌猪肉，讲完卖三百，卖五百，先给钱先给两百楼啊，两百块上面食乌猪肉，讲完，食乌猪肉啊。一包百六，两包三二，两百六。一包百六，两包三二，两百欧弟吧，讲完两百块上面吃，两百六啊。好，我们进龙兴。三姐啊。两百六。最后三包一百六啦，你妈要过要一百吃看卖啦。三姐啊。两包。一包要吃看卖，老几年啦？过位啦，过位啦。来啦来啦，发一寡好物件你啊！我还讲进龙兴发个，不爱再卖啊。做好票就甲一门甲吹好行。来，这你有要吃这无？那我这里无买，我招牌牛肉咯、喔。这几块牛肉二十块以上也无二十块，你开随哪样我？一点卖互你开偌济？开五百三，两点卖互你开千几块？靠了酒嘞，无二十块牛肉退钱两个楼啊！卖千卖八百，四百楼，来四百块牛肉卤四百块楼啊！牛肉楼四百楼啊！牛肉卤四百块上面只牛肉卤四百楼，四百块楼啊！两百楼，两百块小家庭的两百，遐一个。两百楼小家庭的两百，买一包吃看。来，两包。来两包，够要吃无？五百咯，两包。两包咯，两包。你看咩啊？不哩用五个，短短个一包个了。无啊，哦，无啊，拢个。两包拢有啊。来，走，来，是啊。收钱。你要走啊？等下啦。吹一毛啊，走！我叫他走，你是。你两千元，你够要钱？你到三千，你他妈你乱，收走啦！是要吹奏我不要无啦？哎、欸，你要食麻辣的无？我叫麻辣，你敢要食？你阿妹哦，可以啊。麻辣我先别吃。你刚才舌气哪里？这麻辣牛杂，这麻辣双包，这两包两包，全两边两三包火锅料两杯，加一罐水加芝士，会不会刚用而已？你若爱食，要咪就加爱料。两包双皮麦，让你开五百，行情麦，让你开六百，先开钱先赢，两百了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头，两百了，两百块啊，两百块啊。这简单上好好吃，搁香搁重口味啊！两百上面吃两百块，这种麻辣系列两百块咯。最后搁两个人加两百，我一定要甲卖了出去啊！最后两个两百上面吃啦，两百块咯啦，麻辣系列啦。正常。嘿，鲈鱼有要卖无？你要吃鲈鱼啊？来，鲈鱼要卖啊！来，订到这个。我喜欢安怎烧？来。个少龙姐，个少龙姐，嘿嘿，丢也上不着。来，鲈鱼上面只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。三百上面只，这边鲈鱼套餐都是活的哦。三百上面只，拢有啊吼，这边搁送你，这边搁你，先给钱，我这边搁送你，看你要对面只上只钱的。三百上面只，三百块。等嘞，我未刷，先给钱，只并给你。三百上面只，三百块。三百上面只。四百五伊卖三百，一个人家出手你是生气啊！生气啊！生气啊！一百五哩，五百，对袂落去啊！五百，三百好啊！你啊，真正恁有够厉害，恁这个人家有够厉害，三百好啊！一百三百，两百三百，三百三百，四百三百，好无啊无啊无啊，五百，三个了，我三个了，三个了，全部归收三个了，恁娘恁要拼五百，我多，
请找出来啊！你遐拼到无尾，真正有够强的啊！全台湾到底买这？我化妆师，等下蛤蟆你给我，你好不好？好啦，化妆师你在对无？我去遐找啊。伫遐啦。伫遐呀，好好。你直接行过，伫遐门口右手边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分了，分了，分了，姐，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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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麻烦你收掉了，收掉。姐，你不怕老了？三无买到的啦。两百四楼啊，减一倍啊，不然真的要死啊！吃了吃了吃了，麦金丢啊！阿硕被嘲笑了，千万小心注意啊！不要做别动啊！不要，怎么了？落一包了，在啊！我马上老了，老了没事，滴滴也无代志，我吃一个楼啊，我袂了楼啊，我写一个试过吼。也难啊咯！来看，咱们讲这个蟹味爆毛，这退冰来当讲，五包变四包，变三包上面就三百块。一包三包，两包三包，三包给你好不好？先给钱，一包都涨你四包。沙发上面起来三百，要不要？没啊，没啊，剩百五尔，右手边这边先啊，这里剩百五尔，没有了。好，我再帮我收掉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感谢你。你们有没有刚刚进来的客人？你敢有买到这鲷鱼下巴？这一包一公斤，这大包，你等下我来讲，几口走，半包落，你绝对吃不了。一包卖给你开三十五，我招三个人给三十五，二十五我拢免。你是不是像这尔？三个人加钱，一百落，一百块鲷鱼下巴，一百块等于千的了，一百块上面只有一包。最后两个客人，一百块上面只有一包，最后一个一包全部没有了，一百块。最后一包一百块上面只有没有一百块，一百块头前一支的。好，一包一包上面也没完嘞。一包一包，到后尾甲我斗消息啊，到后尾考验关的无，一包就好啊。阿总，算你小雪去，我吹吹啊。来，小雪也过去，来，迄个十三香也过去。